我刚 W 起码按10秒钟哎，我都不知道我跑去哪里。你到底跑多远啊？它自动跑回来去挖矿了。哎，不对，不用挖矿啊。这个哦，就鬼哦！我在伐木，我在伐小偷，我在伐小偷。你快跑！四级的，四级的，四级的。小偷都收起来啊！我在伐小偷，好不好？草鱼44段了，尽量。嗯。哦，到现在还没有离职，他真的很痛。哇哇哇！那个，来来来，我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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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那个跌路有没有办法？这边这边跌路，这边跌路了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你可以偷来往了，来往了。OK， 等一下，我炸弹炸下面这边，这边太麻烦了。哎、欸，小心！我可以直接粉身碎骨！哇哇哇！气啊！我看到。企鹅觉得怕怕的，然后青蛙是吃企鹅肉长大的吗？啊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挖进去用炸了，挖进去用炸了，挖进去用炸了。哦，等一下，他那个炸了，这边用炸了。那个钥匙要绕一圈了、哦。哇，啊，继续，啊，继续，要绕瀑布哎、欸啊。我去绕，我去绕，我去绕。哇，好爽哦。没木头，没木头，底下，底下，底下很多，我已经挖一些在底下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大字给的，等一下，来吧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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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
中。嗯，那个被吓醒。是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刚刚九点的闹钟。我要炸喽！炸上面，炸上面，炸上面，炸上面！哪里炸哪里？这个车站后面，车站后面。没木头。我炸后面的。好。有木头过去。木头，你有走开啦，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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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木头！有有，螺丝钉拿到，螺丝钉拿到了。好。稿子。猫啊，石头旁边一堆哈。哎、欸，是啦，稿子快不见了啦！哎、欸，好，中杀！哎呦！哎呦，好急哦，好急！等一下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！啊！我觉得有没有办法，就是、欸、啊，可是没办法，没有，有没有想说看要不要那个放材料的地方，在做铁轨的、okay. 的后面，后面一点。就是生产铁轨好的地方，靠近车头比较近，这样子哈基要弄会比较好弄。可是好像没办法。炸弹，看你这只牛！不！哦，炸死了！不！牛！差点不就出去了，差点被牛害死。没有。我们觉得超级升级了，越来越快了。好。嗯。升吧。啊！有炸药。想升级？没有啊，下没有、啊，下一轮有炸药再说啊，先升车头，不然太快了。哦，降车头会降哦，降超多了，这个真的是需要降一下。这样一下，呱呱。好，等为什么是我拿铁轨啊？走开。他这个角色物品堆叠。嗯，他这个角色就是那个金发的正妹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因为我这边挖进去，等一下用炸药炸了。好啦，然后你先挖其他。哎、欸，不，你也没地方挖了。我没地方挖，现在是没地方挖。哎、欸，那你去拿炸药，你去拿炸药。你来这边。我去拿炸药。我来了。三十个东西堆叠起来。来，我左边那边挖进去的地方，对。哦，快跑！哇，好爽！三十个东西要堆叠哦。好，现在比较缺木头，对不对？那就堆叠。矿石好了，雅哥这边有点挤。木，那棵树卡在那里。炸药好喽，那我去炸石头。嗯。噔噔噔噔。
等一下这一块有点卡哦。嗯，我也觉得那一块会有点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太小，太小，太小，还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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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够了，快够了，我这个塔快打好了，我塔快打好了，我跟云月的比赛，男人接我输了，我注定输了，我该让贤了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上面有那个，上面有那个螺栓。过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缺木头，快缺木头，缺木头，缺木头，好，拿拿拿拿拿拿拿。敲敲敲敲敲。King Hello 有炸弹可以用哦。好，我想说，我下面这边这一块可以用炸弹炸掉。你下面那边那一块可以用炸弹。不是啦，左边还是右边？这样听起来好，左边还是右边？这边这边的。这里的，另外一边的。哦哟，什么鬼？哎，那个右上角拿一下，我要去炸下面，拜拜。炸下面喽！我没木头好挖了、欸。我的石头好多、啊。没木头好挖了。地图跑掉，要赶快搬哦。等一下，就是对啊，有一个干脆就是直接从这边拿了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在尽量往右搬，我也在搬，我也在搬，超多。好，放到最旁边啦。哦，不能点天赋，我气死。好了。噔噔噔噔，好高啊！炸到场地都没有木头是哪一招？哎、欸，等下那个铁轨，铁轨，铁轨可差快到喽。再铺一个，这个石头，你看到头吗？看不到了，这个石头看天地了，还是哇，这次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没有什么。不然要不要升那个吃铁轨的，把它升再坑快一点，字快一点。我觉得给他，还不用吗？真的够吗？好好好，那没那没关系，那就先留着吧。因为太快我也拿不了那么多。啊，哎、欸，那水箱呢？水箱有在升吗？可以啊，更不用管它。好升了、哦，好、嗯，哇，想要幽灵，我也是想要幽灵，有点卡。叮、哦，这里有木头了，欸、这个突破碟啦，结果要少于多少啊？53。嗯，那这个，好，因为我来了，就那边了、啊，还是要往下，还是要往下，还是要往下，因为我放了，等一下，志明月，等一下，哇啊，等等，这里有两个石头，帮我挖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帮忙搬石，啊，我过去，对不起，啊，欸我东西都被丢光光了，哪里？你要挖什么？欸、上面上面挖上面，好好好，我来，炸弹好了、哦。好、欸，结果，炸弹要不要先？你确定要先炸上面吗？我想说木头不是比较少，没有啊，炸木头还好啦，可以啊可以啊，炸上面，炸上面。木头，我去捡。好，上面还是要用镐子挖开，上面还要镐子挖开。好，我来。哎。等一下，那个石头山，一下哦。好的，过来啊。那石头山，一下啊，镐子帮忙看一下，我过去。下面放一个炸弹了，小心喽。我来了。等一下还有缺，不知道缺什么。企鹅，你装死。不是，因为这边不知道什么东西挡住。你没有路，你要木头。我刚刚带木头过去，你把我木头撞到不知道去哪里了啦。我来了，有的我拿到了。好，我离开这世界了吗？我回来了。我去装水，木头，木头还有木头，这里还有。
我知道啊。哇，现在有点尴尬，我们的石头。不用怕啊，上面那一块，上面那一块都是啊。你们上去拿。转向那向。哦，这边呐，这边呐。哦哦。对对对对。妖怪，你怎么要撞我？哎，你撞我！你撞是啊。上面爆炸了。你为什么要撞我？哎呦喂呀！透气啊！哎呦，等等啊，等等啊！看到熊猫跟兔子打架吗？吼、欸、一下，喉咙好痛哦，都你啊！干，我水太早浇了、欸，不是啊，我刚刚经过一下自己浇啊。这里啊，好，那边也可以了。等等啊，好，那边也可以。哇，保佑，不会烧起来哦！走走走走走，上去上去上去！上去爸比，等一下，不要急着接哦。哦，真的好想要赶快有幽灵哦，要求哦，现在都卡在这边。真的。嗯。走走走走。OK。好了，对对对，五十二都是差一，它是刚好的，嗯，幽灵，幽灵，神爆它，那安插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啊，它是两格的范围，没有，我可以再放，对对，这边这边，然后再升级两次，再升两次应该就全都空了，升两次就车头，车头没空到吧？哦，车头不会空到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不过也行啊，我觉得也行，我觉得也行。那再升一次，嗯，耶，就坐车头不能走而已，嗯，可以，耶、yeah ，好，我会好好挖矿，我等下手上都拿着炸弹，你有种再撞我，十、欸、五秒，哎、欸，十五秒，要不要继续工作十五秒，嗯，材料先准备好一堆，石头要很多，木头应该够。有，我这边现在挖一堆炸药槽，等下可以直接炸。带过去。哈基可以先来炸这边其中一个。石头。我挖两个炸药槽，对，石头。哦、好，先到这里。OK。不行，那个工作效率太快，有点恐怖哎、欸。等下、哦、放。没有。目前的还好啦，目前的没有很快。真的吗？好，哈基可以放了，可以放了。是第三阶段才比较快，第三阶段才比较快。嗯、好。而且我的铁轨要一直拿掉，不然他那个，哎、欸，谁的水桶？水桶，水桶。等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！哐嘎嘎嘎嘎嘎嘎！啊！石头。差两秒。哇！嗯，再来，可以，我们石头很多。不要再累积一次，再累积一次多一点再来。嗯，炸弹好了。炸弹我去炸。哈基接过哦。好，哎、欸，哇，木头应该够，上面还很多。嗯，开始了、哦。好，我拿矿。我拿木头，会再累积木头。铁轨出来。嗯，木头是够的。石头在这边。全部人都在弄这个。好了，有了，完成。那个陨月，那个你可以往。欸往里面砍一点嘛，因为螺丝在右上角，螺栓。要不要从下面的、啊？好啊，也可以。从下面这里，从车站后面砍。嗯。车站后面这里的话，从这里。那我等你，我直接拿炸药过去找。李哥。好，我出来了，去吧。好。啊，擦挖，快！我去挖一下。好。我的斧头呢？拿到了！炸弹！完了！完炸！